大家安，我是奈子前。这集是高地崩宴，配置是病毒学家17专加16专武士。根据情报场景的段数，四人卡住第一形态的断臂武士，大家可以尝试看看。来吧，我有帮你放护盾哦。他怎么看不到他？哦吼！哇，躲不掉的招哎！哇，这飞毛虫！小心啊，太阳！没关系。我好晕啊！第三的地雷是他的还是我们的？不算我地雷。在地雷这边好了，顺便可以夹住它。哇、哦，它好会走我呀！觉得我头晕目眩了。地上有地雷耶！哦，不是地雷，是捕兽夹子。哦，捕兽夹子是它的耶 ！Oh my god！ 等我一下、哦，护盾刚回来。臭脚，他要变身，他变身了！我要补，我要补那个子弹。他要切换形态了。等我一下，我护盾刚回来。来了来了，护盾来了。要干嘛，奶奶？不是，不是，我我在专心中。等我一下，等我。不是，我不是，不是我。我在专心中，无法思考。等一下，不要干嘛？那你今天午餐吃什么？今天午餐吃苦瓜炒蛋。哇，炒蛋你没有吃饭吗？就只有苦瓜炒蛋吗？是苦瓜炒蛋还有丝瓜汤。哦，还没有饭吗？有。但所以最后一个任务就是要打这个。还有一个东西是什么？我还吃了什么？耶、yeah, ，我们成功了2分40秒。谢谢阿神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欢迎帮我按赞分享，我是松鼠奈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